脑狂奔，放肆开脑，欢迎收看芒果 TV 每周五晚六点准时播出的原创沉浸式剧情推演策略游戏综艺。哥哥，别闹了！哎，大家好，我们是 Wonder。大家好，我是来自 Wonder 全场最壮的男生旁边的木子洋。还 Q 我一下，谢谢谢谢 Q 我一下。大家好，我是 Queen 第一大壮男明超。第一什么？大脑。第一大壮。大壮男。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改一下，重新改一下，重新改一下。我是从不举铁的 Wonder 林超。哦，很好。好，大家好，我是曾经也很强壮，但是现在希望再次强壮起来的 Wonder 队长月月。我是。你是婚姻最瘦的男人，我是卡丘不凡，晚点卡丘不凡，欢迎。那么我给大家报一个小料好不好？因为在你们四个来之前，我们曾经有位队员对我放了一句狠话，他说：“哎，他们几个的身材好像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如此吗？那我想今天你们作为我们的明星教练，肯定有什么比较闪光的地方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对，没有闪光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没有闪光。关于健身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其实我们不健身，但是会走路。我们不练，管住嘴，迈开腿，谢谢。哎，就让我们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来一场脑力搏斗，好不好？好，请嘉宾入座。我要最后一个发言。欢迎各位来到天天健健身房。在芒果市，有一家以塑形效果著称、严厉监督闻名的天天健健身房。今天健身房来了九名学员，但其中只有六名是真正的健身达人，另外三名是隐藏的快乐肥宅。他们的目的是悄悄带入炸鸡，让健身达人们放缓进度。快乐肥宅能否偷袭成功？来听听本期的游戏规则吧。游戏共计两个回合，玩家两两组队，分别选择沙拉或炸鸡装入同一餐盒，然后按组队顺序依次前往潘多拉房间，分别接受健身教练的盘问。健身教练将对餐盒是否进入健身房选择放行或检查。游戏结束时，进入健身房的沙拉数量大于等于炸鸡数量的两倍，则健身达人胜利，否则快乐肥宅胜利。现在可以针对规则进行提问。三个快乐肥宅可以相认吗？快乐肥宅之间是不能互认身份的。健身教练的放行和检查分别是什么意思？每回合每位玩家可以选择携带两个食物，包括沙拉和炸鸡，经潘多拉接受教练盘问时，如果健身教练选择放行，餐盒内的食物就可以全部进入健身房。如果选择检查，餐盒内的食物则不能进入健身房。检查后，若餐盒内有炸鸡，则要给这两个玩家贴上胖子标签，且他们不能成为下一回合的教练候选人。若餐盒内没有炸鸡，则要罚一个炸鸡进入健身房。就是这个健身教练的放行和检查有次数的限制吗？有的，在每回合健身教练至少要检查一次，但是第一回合的上限是三次，第二回合的上限是两次。OK， 现在请玩家们打开抽屉查看身份卡，并且在身份阐述后将进行第一回合的健身教练投票。从哪边啊？从哪边开始？首先请木子洋，请木子洋进行身份阐述。我说吧，坐，可劲坐。等等，我要坐最那边，我要最后一个发言。最后一个？对。OK， 让那边先发言啊。那边先发言，今天。对。我坐这是想最后一个发言的。害人终害己。总结，总结，总结，总结呗，没事。好，总结发言啊，我感觉前面这八个发言都不太好。八个肥宅。行，就不选他。好吧。我第一个有什么发言呢？我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是一好人，然后我就看一下面相嘛，看哪个是好人面多一点。首先我觉得千哲可能会在我这儿好人面多一点，因为我看到身份之后，然后往那边扫，我俩是第一个对视的，我感觉他也和我一样，就是一个好人心态，在看哪边可能有点慌。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好人现在肯定是抱团了，抱团了。对，坏人肯定紧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老岳的话可能有点多。好，不管他是不是好人，我在这儿都想打他一下，好吧？啊，在这儿都想打他一下，好吧？然后还有，然后觉得那个柯帆好像有点紧张的样子，然后就轻轻的小踩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依依和小胖子里边选一个吧。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我先过了。然后我是一个健身达人，我希望大家可以把票投给我，谢谢。好，到我了，我在二号位。其实我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呢，这一次我其实挺想当健身教练的。而且你想一想啊，我当了健身教练之后，你们出去可以跟别人说你们的身材都比我的健身教练的身材要好。而且刚刚子阳发言，我观察到有个问题，就是他说他自己在拿到身份卡之后第一反应是抬头来找，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坏人的思维。因为他拿到身份卡之后，哎，找找我的同伴是不是也拿到了同样的身份呢？至于刚刚他有说到柯帆，柯帆确实有点胃抽搐，在我旁边抽搐的厉害，那肚子叫的。嗯，也小踩一下柯帆过。我好像被前面两个都踩了。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是健身达人，然后我不想竞选健身教练，因为我觉得去竞选健身教练的人里面一定是有肥宅的，因为肥宅做健身教练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我觉得放哥的身份其实在我这是不做好的，是的。嗯，说得好啊。说得好，顾哲，说点，好不容易上节目了，多说点。四号呢，就是一个健身达人，但是呢，今天状态不太好。一号这个阐述，因为我是健身达人，所以我一直在低头。你这个阐述一抬头，我觉得这个行为一开始好像不太做好，但是看后边的表现吧，咱不能一棍子打死。二号，我觉得重点稍微的有点少，然后三号我觉得，要贴着一号走，好像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啊。下一个 ，OK， 各位心照不宣，过。又过，我要走。我去，高端玩法。所以现在不说话就成高端玩家了是吗？什么场子这是？初级场。他俩其实这个发言比较划水，但是其实小弟因为他昨天其实表现得非常的好，对，他其实是胜利，而且控制全局。然后凡子呢，信息量实在太少，我现在暂时给你标一个问号，好吧？你是标一个问号，小怀疑对象。然后那个柯凡，我是相信你，你开始的时候发言有点没底气，但是我还是把你给你标了仨了已经。对，三个问号。但是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你还是诚实的。好的。然后小凤。你在我这身份不做好，就反正在我理解，大家拿到这个好身份肯定都会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说你是拿到少数的那盘，你肯定要想，所以你会紧张，你会重复。但是你想一个逻辑，不允许，不允许发言，不允许对话，已经开始要想。所以我给你打两个问号。然后洋洋其实他一直是比较带节奏的性格，然后他会观察。我给你打三个问号。对，谢谢谢谢，我两难，谢谢。对，可以选我当健身教练，因为我觉得今天让我开始，因为你给我打了三个问号。没错。OK。我觉得大家前面啊稍微有点严肃认真了，下面 drop the beat， 耶耶。我是健身达人，我不是肥宅，我不是很沉，但我也很可爱。我不吃炸鸡，我只吃蔬菜，这样才有意义。大家行动起来 ！Respect，Respect，Respect。临时创作了这么一首啊，下面开始了啊，分析一下。哎，倩倩，你等会儿，你把你手打开。对，那个有点糊了，有点糊了，有点糊了。通过刚才的分析哈，那个。子阳跟月月在我这儿看身份做好，因为他们俩敢就是，满场的，然后乱踩人，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好人的心态。那我没踩人吗？那我没踩吗？啊，好像你也踩了一点儿，你是滑踩，就有点滑着踩。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发言好像都是你们都不愿意听一样，踩着滑。没有，那行吧，普凡也好一点，也好一点。你们自己变，你们自己变，你们自己变。凡哥，稳住。
我的主要怀疑对象还是在柯帆这点，就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还是比较有脑子这种玩家，如果是个好学生的话，我觉得他会竞选那个教练来着，对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四个人嘛，放放，然后普凡、柯帆，然后包括林超，我觉得你们四个当中必出一个肥宅。太棒了，就三个，你点了四个，太厉害了。但还有一点就是放放呢，这么多期了，就是就一直没赢过，是吗？我经常赢啊，就是带领大家赢得胜利。我是觉得也可以让他试一下，就算是肥宅把他弄掉也没关系，弄掉让他完成一个健身教练的梦想，因为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了。谢谢哲。好，没有了，谢谢。好，到我了。我先来说一下我为什么健身啊，就是因为我以前特别瘦，然后我以前才107斤，然后我让你玩游戏，不是让你讲究自己的个人经历。情感节目，情感节目，因为跟健身有关系嘛。不会投你的，放心。我算了，我也当不好健身教练，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前面大家都说的有点懵，然后我就是过。啊？我说完了。大家说的有点懵，你也懵了就过了是吧？对，我懵了，我不知道说啥了。总结一下发言。总结，万万没想到，一总结发言。来一。子阳有四个问号，放有三个问号，通过加起来。依次递减吗？你是啊？不是不是，就是我总结了大家的，对我之后还要说。啊，见谅见谅，一玩8期游戏，最少输7期。没赢过1期。对，你以为我在乎输赢吗？好啊，然后柯帆是很聪明的小孩子，他今天很淡定，对，但我觉得不正常，不正常。古凡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平民，应该是一个平民，应该是一个达人的身份。总是偏场了，应该是一个达人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不要竞争那个健身教练。我也不要竞争，算了不说了，那个玩吧。有点懵，就有点懵。第一回合游戏开始，请玩家们先在投票卡上选择一位心目中的健身教练。哎，偷看啊，这位我就放着这位同学，你看着我，哎，你偷看你这个，你偷看我。现在请助教吕岩来看看谁是第一回合的健身教练。好，我现在宣布第一回合的健身教练就是张放。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张放，现在助教要把你的胸牌给你。哦，我的 LED 的那种，这要比昨天的高级一点，还有心旁边。第一回合自由组队开始，玩家们在讨论过程中需及时前往事务所进行2-2组队公证，限时10分钟。我怀疑你。你哪次不怀疑我？天天怀疑我。你每天每月都怀疑我。你长得像个坏人。你知道你这个脸救了你很多吗？你知道昨天就是因为你这个脸能把你活到最后，就全靠你这张脸。请坐。坐，月月。我觉得这种游戏。你先看着我的眼睛。看你的眼睛。这样吧，你跟我说这几个人特点吧。好，行，我这样为难你。像放放这种人啊，就是前8期节目里边看到我3期，你知道吧？坑是吧？对。行，我懂。然后，千哲其实千哲我俩玩的都不好。然后一也玩的不好，就是他绕不那弯的那种。然后像柯帆吧，柯帆也很聪明一个小孩。那其实就俩玩的好呗，对，柯帆和放放，柯帆嘛，但是他俩现在是对踩的，你知道吧？对，对，我就搞不懂他俩为啥对踩。他俩，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战术，你知道吧？其实他俩都不能相信。对，有可能他俩如果说他俩小眼神一对，对，互相知道什么身份了，然后他俩就互踩，就很容易就被带到其中，就只怀疑其中一边，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一会儿又被带节奏，所以我觉得就不能完全相信。I'm coming， 我来了，我还没有跟卜凡聊一下。好，来，你怀疑他？有一点点怀疑他。千哲特别怀疑我，也怀疑你。千哲特别怀疑我，也怀疑你。好吧，对不起，我下回。好伤心啊，哥。对不起，我下回。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咱们一年的，不能这样。我觉得是几月的？我十二月的。你第一轮，我碰上弟弟了，凡哥。我碰上弟弟了，凡哥。哥哥。弟弟，哥哥，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录节目，有比我小的人。他就说：“哥哥，保你保定了。”哇，这感觉好不真实，这个感觉。我也感觉好不真实，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几个是投了。开心吗？有弟弟。走。哎，我是凤儿，我是啥？走，弟弟，我们去哪？哥哥，哥哥带你去吃炸鸡。走啊，不对的是吧？这是我弟弟，对对，这是我十二月的，我一月的。一月啊，我们，然后他说要带我去吃炸鸡，我有点懵。因为你是肥宅吗？不。柯凡今天的话有点少啊。我觉得我话不少啊。但我真的觉得你玩的挺好的，就因为你是我弟弟，今天我保你保定了。谢谢哥，保你保定了。好的。我真的是健身达人，我也是健身达人，真的是健身达人。咱们报名去，我们俩来登记。好的，来了。这样是这样子的，那个就是玩这个。等会儿我们先再讲一遍，我们俩一起组嘛，反正咱们不是健身达人吗？对啊，是健身达人。那还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健身达人，如果说健身达人里面放的是三个蔬菜一个炸鸡，这样子的话被查了之后，这样是最保险的。对对，是最保险的。但是我们如果全放蔬菜，然后放哥把我们扣住的话，那就要放一个炸鸡进去。但是我是觉得无所谓，我都可以。看哥吧。你信我吗？信你。我放两个零食。不，我放两个什么？放两个炸鸡。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我这样，我放两个沙拉，你放一个沙拉，一个炸鸡。好，都可以。好 OK。来吧，先组队。啊，组队，我们要组队。好，这个房间。第一轮要是我组队的话，我肯定带四个沙拉进。那你告诉我，你想跟谁组队？所以说我要找千哲。你觉得你百分之百相信千哲？我听发言来说，他是最有益无害的一个发言，所以说我觉得我比较信任他。然后你想带四个沙拉，然后让我放心？对，但如果说你不放心，如果说你到现在，如果说你不放心他，也不放心我的话，我可以三个沙拉，一个鸡腿。你是想拉开差距吗？还是想就拉开差距，就直接在第一轮就打开局面？好，我接受到了这个想法。当你看到你的身份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稳定，稳住。对，然后我就把自己稳住了，你就 OK 了。你确定你真的是健身达人啊？我真的是健身达人。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月月给我说的一个方法啊。你这样，你就跟柯凡组队，然后你放一个炸鸡，放一个沙拉的话，你现在就去跟张放交底，你说你肯定会放炸鸡，你要求稳，一个炸鸡一个沙拉，然后柯凡你控制不了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好人面不是很大，因为他俩互踩的太狠了。对，然后按刚才那个情况，张放是肯定会查你们俩的，如果他敢放的话，那张放柯凡他俩肯定就是队友呗，然后就很明显了，就后面就很好玩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是这样觉得，那你这样吧，那你让老岳，其实应该让老岳去组的呀。哎，对，他让他自己去组，对，让他自己去组，那为什么让你去组呢？咱俩组吧。那咱们俩组一组。还好，秦哲还挺信任我的。其实我们都是站在好人面上玩的，就是反正大家都玩的挺好的。就秦哲虽然是好人，但是他的好人面加上我的好人面，反正就会变成无数无限大一个好人面。
你是不是肥宅？嗯，你就是肥宅想骗我，对不对？我绝对不是，我还是肥宅。你是肥宅吗？咱俩就现在相认。怎么样？这一轮你们有什么想？你们两个现在是要组队了吗？没呢，我们就是聊一下，互相聊一下身份。哎，那你看完第一轮发言之后，你最怀疑的是谁？我最怀疑吗？其实我最怀疑你。其实我最怀疑这个姐姐，我真的是个那个什么健身达人，我真的是个好，我真的是健身达人，我也是。我觉得那个姐姐我真的很怀疑，我真的 real 怀疑。小弟这辈子就不相信女人，我就不相信女人，是吗？好，你先走，你先走。好，我先去打探一下消息啊。这个健身教练，这是个坏人，自己吃这么胖，还好意思和我们说话？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你知道吗？还好意思和我们说话？来坐，来可以聊一下。你知道你有一个点特别不做好，你说那个投给那个小胖子，对，小胖，你说怀疑他可能是个坏人，但是还要投给他，这个我说实话，我觉得是他，就是发言不是特别好，但是吧，为什么还投给他？为什么嘛？今天是他的一个比较就重要的一个日子啊，然后要正那个什么一下。今天也是我生日吗？不可能，真的，今天真是我生日，我今年27了，就好不容易过这么一个生日，就是不可能。你问他们，我都不信。今天如果是你生日的话，外面肯定全是粉丝了，就我们肯定是进来了。所以你说我粉丝少对不对？不是，我说如果你好受，开玩笑。我们去这儿吧。你是肥宅是吧？我怎么可能是肥宅？那你刚才说话真的不是很肥宅的。你知道为啥吗？是因为我对这是因为就是第一次拿肥宅，就心情比较紧张。不是，因为我玩这种游戏，我本来就玩不好，你知道吧？玩不好就拿了个肥宅，没有，心里紧张。我是真的是健身教练，真的。健身教练，对，健身教练不是小胖子吗？达人，说错了。什么达人？健身达人啊。那你就是拿到打开之后，看到自己是肥宅，是什么心情呢？这个心情是非常的这个郁闷，对，然后因为明明自己吃的很壮，练的很壮，对，却被一个肥宅给拿到了健身教练。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就非常咱们两个要手撕了他，对不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也是肥宅的话，那我们可以联个盟。对啊，可以啊。虽然说游戏规则好像不能联盟，但我觉得没有这一说，我私下可以跟你相认。私下吧，为什么不？我们悄悄的这么私下相认。子阳，快来。所以这把就是拿到，所以这把拿到肥宅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我要带领我的团队胜利。对，你这把就是拿到肥宅之后，就是有认到同伴吗？没呢。找一下。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是吗？其实我真的是。你是吗？你如果是，我也是。明着我也是。那咱俩组队，咱俩组队，我不给你组队，我跟一组队。为什么？因为那你是，那你要我不是，不是你，赶紧再出去。明白，好。一在我这儿很不做好啊。为什么？他这个人，我跟你说，他这个这嘴很没溜，你知道吧？你为什么人身攻击我？因为咱俩玩的就是这个人身攻击。你少攻击我了吗？我上来，我说什么？你上来的？我不是你这样对我。来 battle， 哎，等一下，子阳，你这一把你想怎么？你想跟谁组队？以及想要带什么东西？你想我查还是不查？你看这，你看这个行为就靠近乎，你知道吧？熟吧？刚认识，好不好？第一回合自由组队，倒计时3分钟。够快！找一个信任的人。你信我吗？但是我也信依依，依依跟月月我也蛮相信的。我俩现在组队。你说我俩什么策略？我俩本来定的四个沙拉。浩浩，我要组队了。
对，你快点去找组队啊，开心。我跟只有跟子阳组了，是吗？咱俩这么惨吗？对呀、啊，没人选了，我都觉得我俩是坏人。那我们组 ，OK， 我们组。Okay, okay. 你们已经结完了，结束了，你俩结完了，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岳明辉，哎呀，你。你想怎么带？我都行，我听你的。你都行、啊。但是卜凡有一点很奇怪，他直接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坏人。没话告诉你。他我觉得老岳和对，那都是坏人。卜凡已经找那个陈哲组了，陈哲组了，就只有咱俩组了。就让他偷偷的听，我觉得他的队友是坏人。我觉得依依现在很危险，他正在慢慢的陷入一个狼坑。你到底想怎么带？不是你想怎么组？所以现在就是焦点在我这。我的焦点为什么在你这儿？我没人了。我觉得刚才给我了一种信心，我以为万人之组的感觉。其实是这样。其实是没人了，是吗？那就咱俩组了。那咱俩组。第一回合组队倒计时，只是因为这个人是怕自己没有呢。九，快点快点，八，组不了队了。七，六，哇，组队，怎么展示？四，组了没？三，组了吗？我们都相信缘分。一，缘分，时间到。嗯。现在随机组了吗？意思是？对。现在请健身教练张放前往潘多拉房间。哎呀，我都一头雾水，就要去潘多拉，我只能在潘多拉制衡他们了。 Hello， 让我在潘多拉。请第一队林超和陈科帆前往事务所，选择要带进健身房的食物。哥哥，我们好像要填这个。你不要叫我哥哥，我有点受不了。哥，叫我超就好。好，超哥，我们添啥来着？两份沙拉和一份沙拉，一份炸鸡。嗯。请林超哥哥替你开出一条血路。好嘞。接受盘问。其实我挺希望他查验的，他查验也可以就是那个身份一下。Hello， 欢迎。张浩，在我这的身份不做好。你们两个先告诉我们，先告诉我各自放了什么东西。因为我怀疑你嘛，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求稳，非常稳定一种方式，三个沙拉，一个炸鸡。我放的是两个沙拉，他放的是一个沙拉一个炸鸡。对，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一个沙拉一个炸鸡的？就听他的，他说。哦，你说的，因为我是哥哥。所以这一轮你想让我查还是不查？我告诉你，你看后面几组，你怀疑谁你就查谁，不要浪费这三次机会。那我到底是查还是不查你们两个呢？所以你现在到底是要检查还是要放行？放行。放行，好嘞。Respect， 来记着。那咱俩到底要不要带炸鸡？不带呀。为什么不带？为什么要带炸鸡呢？我很爱吃炸鸡。不行，你不能带炸鸡。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我就对炸鸡这个热爱超出了你的想象。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肯定是好人。那我也是好人啊。大家隐藏的都太深了，就把自己的身份隐藏的非常好。所以说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我总觉得子阳有点问题，但是我又不能确定。你们俩已经组队得组了，对，这一局组了。你们去了吗？你们有想法没有？我没有。是准备怎么填？我们就稳一点吧，三还是三一？那你们三一三一对吧？因为我觉得张放这个人有点问题。他很聪明。其实我觉得通过
跟他好了，赶紧走吧，相信我，你相信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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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样的，其实身份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填那个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商量一下，三一还是四四，才还是二？四四。没有没有四四，没有八个是吧？二二。你先展示。就是我们要去验证是吧？是，他是怕。那去了吗？啊、嗯，我们现在去。去吧，太可怜了。给你们好结果。一，你真的太可怜了。别被带节奏，不要随便相信男人，好吧？我经常被带节奏。就今天老岳特别想赢，就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也感觉出。就特别想赢，但昨天的不这个样子。对。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昨天老岳输了之后，自己回家抱头痛哭。哎。这倒不至于，吓死我！这倒不至于，但是自己就是挺不开心的，就励志，就昨天，对，就昨天就狂跑了两个小时的单车，动感单车，就要做这个健身达人，就是想赢。我感受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就可能觉得他是个坏人。教练吗？嗨，教练你好。怎么个意思啊？然后你们两个先阐述一下这个盒子里面你们装的是什么。求稳，因为我知道你俩不相信我，但是我真的很想赢，所以很稳，三个沙拉，一个炸鸡。你们想让我查还是想让我过？其实你要这个，我真的觉得都可以。怎么所有人都这样？我都无所谓。你怀疑的人是谁？子阳。其实我怀疑柯凡。柯凡，我怀疑。我也怀疑你。我你真的不用啊，好好，不说你了啊，就是林超和那个柯方那个，建议你查一下吧，他们过了吗？他们已经过了，他们已经过，你让他们过了，你让他们过了。不是不是不是，我有我自己的理由，你待会儿公布那个你可以看。一个健身教练换好了，我过是吧？过，那我们就出去之后把我就是你想传的话过了过了你们的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让后面的人给我谨慎一点，因为后面的我查的二选一必查。看他们还敢不敢过来碰我这颗钉子。好的教练。哎呀，我这个教练真的是不好当啊，我这个肥宅的身材来当教练。下面两个你都要查了吗？下面两个不，二选一查。我跟你说，这把你和月月的几率最大，你知道吗？就我和月月几率最大，不是你知道？我跟你说这一局，你和小弟几率太大了。我跟你说，你们俩就是天，你俩就是天生坏蛋，你俩就是还没有开打，我就说坏蛋，炸鸡贼。我跟你说，你别说没用，我看那个抽屉还没开那一刹那，我知道肯定就是恁俩，你知道吗？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我跟他这个聊不了。就每次玩游戏啊，鸡贼就绝对他是坏蛋，就鸡贼他这把肯定是鸡贼。我从来就没踩过他，他每次踩我，你就是坏蛋，你普凡就是个坏蛋。我说 OK， 我坏蛋，我坏蛋，你抓我吧，我坏蛋。你俩组，我俩组，你们是三一是吗？我俩不准备三一，我俩准备。你们还没去是吗？没去呢。我们要不要给他们说一说我们的计划？我们准备放四个沙拉。沙拉。吓死我了。所以我们要带四个沙拉进去。对，四个沙拉。但其实我不爱吃。请木子阳和李德清前往事务所。可是我还是想吃炸鸡，因为他这把有一个规则，就是你输了你可以吃炸鸡。哦，是吗？嗯。啊，那咱们直接写了得了。行。我们饿了。那我们一共放八个炸鸡吧。这样吧，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我们就吃炸鸡，就吃炸鸡。饿了就吃啊，吃。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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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你对 ？Hello， 二位子阳。你是不是肥宅？我不是肥宅。你肯定是肥宅。不是肥宅，为什么给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放？不要动我的炸鸡！啊，他说了，这里面有炸鸡。这里面有四个炸鸡。对，我们直接放了四个炸鸡，因为我们想吃。我骗你了，你先拿走。
我先讲一讲我的思路。第一组的时候，我怀疑柯帆，那我觉得柯帆他但凡不敢多带杂技到我这个身边来，在他的眼里我一定会查他。而且在小房间里我就已经放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在第一轮的时候，肥宅都会隐藏自己的身份，而且我本来就这么不好对。等一下，你说慢一点，说慢一点，你说太快听不懂。他听得懂就可以了。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些，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对吧？都没听见。你慢一点讲，你说慢一点。我有点怀疑卜凡，因为卜凡他一来就跟我说他要带四个沙拉，让我放他过。嗯，我在想，如果真的是好人身份的话，他不敢就是说带四个沙拉过来，直接是逼我。你查你就赔一个炸鸡，你就放我过。巧了，我们就是四个沙拉，你查你就赔一个炸鸡。你们带了四个沙拉？对，对啊，你信不信吗？查他交放，查就有炸鸡进去。今儿就把话给你撂这儿啊。对，放这儿了。现在我哥俩不相信你是好人。你们这敲，就是对你很不满，很尊重，对你很不满。哎呀，我快一点，我快点，我要决定了，我要决定了。好，到底是查还是？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刚刚告诉我的是你们带了四个沙拉过来。带了四个沙拉，就是这么告诉你。你们是不相信我是 ？Whatever。你爱放不放，不放我们就出去，对，就这么简单。放不放？3秒钟决定。三，你们带的是四个沙拉，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忘了。现在就不告诉你了。你看他们什么态度啊？快查他！查。什么态度啊！真的是，好嘞，子阳，坏人真的是坏人，我真的是好人。走了，伤心了。哎，别走，焦放啊！焦放啊！还真的是四个沙拉，我要放的，你们两个我都要放你们了，你们还在逼我。我们从头就告诉你们是四个沙拉。哎，我还没讲完台词呢。一个肥宅拿到了健身教练，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我成就了一个老虎。OK 了，来。咱们这个应该可以过，我觉得能挽回局势。他如果不让过，我跟你说。嗨。知道让不让过了哈。啊，你就我们俩，你看我两查，我两过一查，你们这组我可查可过。对，肯定要过的。那你们两个带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俩就带了四个沙拉，四个，不是四个，四个炸鸡，四个沙拉，沙拉，四个沙拉，沙拉，真的是。我们身份这么好，我跟你说，你要不让我们过，直接把你拿掉。不是，我刚刚本来是要让他们那组过的，但是你别说没用的，我们这组你过不过？就说过不过吧。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是要思考一下。还有是开始有这，不是我真的是健身达人，我刚刚非常懊恼查了他们那组，因为他们到后面直接是有点在挑衅我了。他们查的是多少？他们查的是什么？四个沙拉呀，打开真的是四个沙拉呀，我好后悔啊！他们本我开始要放他们过，他们现在也不是四个沙拉了，你来猜吧，不告诉他了，猜吧。不是我们再来。我们现在不是四个沙拉，你猜吧，好，什么态度查他们？那我到底查还是过？肯定过呀！我说你要不过我们，你当不了这个那个教练。所以你是检查还是？所以这一组的话，我放他们过。你放了？放他们过。其实当时我是很慌，你知道吗？我真的想让他查我一下，这样的话我就一个也证明我是好人，因为我之前跟他说我要四个的话，我特意说漏了，我说炸，小放还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就继续聊，很慌的很紧。好，那你放了之后，这个东西将就是又重新回到健身房里面。哎，你到底是不是肥宅呀？我不是肥宅，我不是肥宅。第一轮因为大家都会隐藏，那我想的就是我要把我要查他们的消息放出去，让那些肥宅他不敢铤而走险。我就挨个记住他们交代给我的盒子里面的东西，那我到最后再来盘，我也可以盘得出他到底有没有在说谎。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姐姐。
我相信你是好人，但是咱们好人就要是收尾，你不能对女孩子动粗，你知道吗？没问题，没问题，拦着我点吧，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别说三哥，咱们要一块儿就是联合起来打倒飞弹。那你就让我们看一眼，哎，我们看了也不会告诉别人。你难道不信任我哥俩吗？哥哥压力大不大？难道不信任我娘俩吗？不敢说话了啊！我们娘俩多么的和蔼可亲。第一回合结束，请玩家们回到大厅。都给过了。OK， 没有问题。你们扣了吗？没扣，进了。不会。没扣的话就是十比三，直接拉开局势。十比三，就十比三，直接拉开局势，兄弟。十比三，十比三，十比三，直接拉开局势，兄弟。没问题。十比三，没有问题，可以的，挺好的。各位，截至本回合结束，健身房内的食物种类与数量是：沙拉四啊，加六个啊，这个人很一般，我觉得。炸鸡三个，哎呀，稳了，哦吼。继续保持，继续保持，看谁没笑，看谁没笑啊！哎，月月，我跟那个人在博弈，你是不是？子阳刚才那表情，完了！我一直在看老月，我一直在看他，我的眼里只有月月，就我感觉就好像就你俩没有笑。接下来，我们将进行集体游戏。不肯屈服的胳膊肘。游戏规则：八位男生分为两组，每组四人。玩家们在手臂上套上直筒，在手肘无法弯曲的情况下，两队分别进行任务接力计时赛，用时短的队伍获胜。获胜队伍可以获得抽取技能卡的机会。女生不参与游戏，但可以通过预测胜利队伍来获得抽取技能卡的资格。下面公布分组名单。第一队的玩家有月月、木子阳、李德兴、陈科帆。第二队的玩家有卜凡、林超、千哲、张放。等会儿，其实咱们四个是大部分站好人面，对不对？柯帆，如果你信我的话，你就让他们输。哇，果然是小孩子说的话。对呀、啊。但好像还挺有道理的。然后我们四个技能卡直接过了，然后就赢了。对什么对？你对什么对？别说话都。好，开始游戏了。我来预测一组，以我这唯一是一个女生的第六感。我觉得主要我的队友在这边，我就选这边吧。拿不到技能卡了，没关系啊。接下来就有请两组分别派一个代表石头剪刀布。芳芳，那你来。哎，对，月月跟你来吧。月月，月月吧，月月。我会出剪刀。你出剪刀，我真的相信你。如果你没有出剪刀，那你输了人品。对，就弹幕又开始了，知道吧？道德绑架。我就不该说这句话，给我剪掉，我们直接开始玩。我们月月就出石头，月月就出石头啊！哎，你不用管，不用管，你不用管，你不用管。赢了游戏，却输了人品。我已经输了这么多次人品了，我也不怕了。来吧，就直接来吧。好，石头剪刀布，布布。哈哈哈哈哈哈！没关系，老岳，没关系。弹幕刷起来，弹幕刷起来，弹幕刷起来，刷刷刷。没有关系，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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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张放你选。我们组先要跳绳，该你们组选了。这个小黄鸭。小黄鸭好。准备好了吗？没有。那也得开始了。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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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快！
丹，快快快！甩，走起来！等等等，加油加油！我子阳哥可以套上去那个。哎，可以啊，这样。天气好，丹丹好聪明。哇！好。好。哇！下一个。这么快吗？老岳，老岳，老岳，加油！小心，我衣架掉进去了。先去衣架，先去衣架。啊！快了！别动了！啊！成功了！哎！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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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快啊！我天，有压力了。你好，下一波，预备，开始。千哲加油！加油，千哲快点！千哲快点！哎，没有没有，好。Cool.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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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OK OK OK， 好了，下一个， okay. 下一个，来来来来，五个，预备，一、二、三、四、五，没有咱们快，换衣服，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我们还是快啊。嗯，完了，卡住了，完了完了完了，对，小弟加油加油。再晃两个小时就下来了。再晃两个小时就下来了。Oh no！ 喂，呀，好，不对不对，来来，下来下来，停了停了，好了好了，再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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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好嘞。现在公布刚刚的游戏结果，敌对的任务用时是1分10秒，第二队的任务用时是1分整34秒。恭喜第一队获胜，耶！哟，丁一一预测成功，可以和胜利队伍在第二回合自由讨论阶段进入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现在第二回合游戏开始，进入票选健身教练的时间，请玩家们及时到事务所投票，投票限时10分钟。那走吧。请注意，本回合的健身教练可以使两位玩家处于工作中状态，不参与组队与食物携带，请玩家们慎重考虑教练人选。完了，5张卡，不一定，有可能会谢谢惠顾。首先，请玩家月月前往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Let's go。Hello。就直接抽吗？要不要玩什么东西？有好有坏，对不对？对，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不能太近的看。啊，我知道。你我你我你那。强制转换卡。强制转换卡，可以强制把当前健身房内的一个沙拉变成炸鸡，或一个炸鸡变成沙拉。我可以在什么时候使啊？你可以在第二回合自由组队结束前来我的房间使用。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了，对不对？用了吧。多一个。好。请玩家木子阳前往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Fight！ 哎呦妹，我的抽的什么？你去抽吧。你抽到技能卡了吗？我抽到了，我使了。
你怎么使的？回头再说。他肯定没用。用了的话，他会有提示的。OS。OK。是不是有点后悔了？现在，因为刚刚用了，就马上就会提示了。好，就不聊那个，咱们聊正事。说吧，你抽的是什么？这是我跟我弟弟的三叉戟。你弟弟，行。Hello。你好。哇，你好高啊！谢谢。你干什么？这个人怎么这样？Oh no！ 你干什么？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太过分了！我要洗牌了。我真没看到，真没看到。所以你现在要选哪张？好。好棒哦。Cool， cool。我是教练卡。我是教练卡，本人可取代本回合的健身教练。哇，好厉害呀！你可以在第二回合自由组队之前使用。那就卡给我，拜拜。你想来健身教练吗？我都行啊，你要给我没意见啊。哎，我的掌，哇，三叉戟给你留的。嗯，刚才月月要抢，我没让他拿。你怀疑谁？我怀疑谁？其实我到现在怀疑不出来谁。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看不出来，都每个人都是好人，我觉得。那你就是坏人。是，我就是坏人，没错。请玩家李德兴前往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抽到了吗？没有。那天哪！I'm coming。嗨，抽哪一张？能给我说有几个人抽了吗？两个人抽过了。抽到了吗？不能告诉。这是技能吗？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嗯，这是对你鼓励的话。我不需要鼓励。助教给你的鼓励不是一般的。谢谢。哎呀，真的好烦啊。请玩家陈科帆前往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刚刚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谁的？是月月。他一进来就说我抽到技能卡了，而且我已经用了，但是他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如果使用了技能卡的话 OS 是会广播的。后来他就有点打结，最后就说自己要思考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问题。请进。哎，只剩两个技能卡了。对，好惨啊。快抽一张吧。你帮我选一张吧。我也不知道，真的。那就随便拿一张吧。查看身份卡。查看身份卡，可查看任意一名玩家的身份。哇，你真的是一个幸运儿。我现在就查。你要查谁？林超哥哥。林超，他是健身达人。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主动说放三一，然后自己选择放两个沙拉的话，他的回旋的余地会比较大，要么就是他真的是想求稳，要么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想自己改成两块炸鸡，如果他是坏人的话就怎么去怀疑的。对不起哥，对不起哥。好哥，我对不起你。你也是护眼护剑？不是。干什么？我查验身份。查我？对，我当然是好人。对啊，我现在超级相信你。但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你，你知道吗？我知道，没关系。所以你说我是好人，我你容易被说咱俩是被抱团。那我咋办？说你不是好人吗？那也不行啊。你如果查的我很迷啊。让我好好想一下，等会让我好好想一下。你这个是一个众矢之的，哥哥。那我好了，我不来好不好？我投你一票先。好 ，OK。教练。好，谢谢。不要辜负。
你现在就是感情打感情牌，哥。你这个为了胜利，你就要对不对？哥，你现在太惨了。你敷衍我，我还有敷衍我，现在一个眼神，你还不明白我吗？看我。我多余了。这样，等一下，来，一二三。好。行吗？革命友谊建立了。你瞧，你能收着声好吗？你是不是？我真是，我把你牺牲了。你先告诉我，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扔炸鸡进去呢？是，特别怀疑月月，一回合已经怀疑他了，因为我看他填表的时候特别犹豫，特别迟疑，一就，我就填了，我就是很快我就填了，月月就是 ，Oh my god， 他在算每一步，你知道吗？请玩家丁一一前往潘多拉房间抽取技能卡。嗨，丁一。Hello。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你。为什么？只剩下一个了。没关系，我是相信命运对我的安排。这是我对你的爱。哇。我就喜欢这个。你有想投的人吗？你到底信不信是前者？我特别信他，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做好。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他特别做好？不论是从刚才的在上面写字儿来说，还是不论是在什么来说，我觉得他都不犹豫。然后动作很正面，我觉得很麻利，我很是欣赏。那如果投他之后要关两个人的话，我们关谁？关现在谁和谁一组？你想关一组人吗？就怕关错，因为关了两个好人的话，那又很可怕。那你关我呀？是要关你的，其实你在我的选项之多。我也蛮想关他，请大家关我，尽情的关我。看你们就冤枉了一个好人了。你们相信科方吗？我不相信科方。科方刚才跟我说，他用了验身份的卡，然后他验出来我是好人。他这么怀疑我，为什么不来验教练呢？对啊。月月，是这个情况，就是咱们现在得投那个健身教练。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投我一票。不，是因为你长得像吴亦凡吗？我说千城为什么不能投你啊？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掌控了局面了。你们两个现在在我这竞争关系吗？对吧？我现在肩疼。哪儿肩疼？来，哎呀，这个呀，来，放松。各位玩家请注意，有人使用了强制转换卡，使当前健身房内的食物发生了变化。完了。哎。咱们现在去看，我现在在这儿不可能使用的，对吧？啊。去看谁在外面。对，咱去看是谁。谁刚才走了？没有走啊。都没人走。啊，怎么了？那个转换了，炸鸡跟那个沙拉的那个数量转换了，就是四比九。我们很危险了。是谁？刚才我们都在这儿，我们刚才也都在那儿。现在已经可以认定是一点是什么了，你们刚才就是赢的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肯定是坏的，肥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转换成好的？又不一定说一定是炸鸡啊。转换不可能转换好，可以转换好。好。你们赢的人肯定有一个人是，咱现在是一二三四，我肯定不是啊。健身教练投票倒计时，2分钟，快投票了啊！你的技能是谢谢惠顾，他给我一大烫字，但下面就是一个谢谢惠顾，谢谢惠顾啊！对，
你不信我？科班，那相当于你也没抽到东西，就你俩也没抽到，现在还剩。他可以好的转变成坏，也可以坏的转变成好的。肯定是转变成坏了，如果是转变好的话，他肯定会说出来的。啊，对，我说对不起大家，是转变成好的，我是那个卡。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要把所有人给拉过来。害怕了，我如果害怕，对，等一下，等一下，先确定。刚刚月月说他把那个转换成好的了。哎，这样。来来，先坐，先坐，先坐啊！我不坐不了了，坐不住。他们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刚才已经认定是谁投的了，月月投的。月月。各位玩家请注意，马上进入投票倒计时10秒钟。我天哪！在倒计时结束后，如果没有票选出结果，弃权了。张放将连任教练。No. 十。OK 好。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投票时间结束。根据投票结果，恭喜千哲当选第二回合的健身教练。哇！Hello。哎，当上健身教练了，坐这儿吧。对对对，这是我的地方。这个带啥？荣耀之牌。好，然后现在你知道这一轮，你可以锁人。对，锁掉两个人。我现在认定的好身份有张放、德鑫、普凡，在我这儿身份看也是好的，然后还有依依、林超，应该林超，我觉得应该也是好的，林超也是好的。所以说我觉得普凡的好人面其实挺大的，我怀疑的是月月跟柯帆，还有另外一个人怀疑德鑫。月月，你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还弄我弄我好弄我没说，来，那咱俩聊聊。你再去捕捉一下信息。开门而出，你别炸我，有话说话。我有什么好炸你的？来，你现在报身份，我是肥宅，你是肥宅吗？我是。你如果是你找一个肥宅去组队，我把你俩放了。我有健身卡。你有健身卡？嗯，行。还有谁是咱们队？一，你如果不信我，咱就没得了了。一，我觉得一。嗯。一或者，我觉得凡子有可能。凡子他不是，不是吗？他不是。经指定，玩家月月、陈科帆现处于工作中，不能参与本回合的组队与食物携带，但可以参与讨论。照目前这个分析情况下来看，月月的身份确实在大部分人当中看是不做好的，所以说第一个人，我觉得我要锁月月。然后第二个人呢，柯帆在我这儿看身份也不是特别做好。柯帆说他使用了技能验了身份，验了那个他的队友林超是一个好身份，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肥宅抱团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你第二个要关掉柯帆吧。你现在给我交的底，你是不是肥宅？是啊，我到这儿没有标枪了。好，你只能带一坑的。我现在去找我心中的另一个去聊。好吧，我去找他去聊。OK。我们现在就要明着。你觉得谁？你觉得还有谁？你觉得还有谁？德鑫。继续聊，我听一下。你是想单独跟我聊什么？我想单独，因为这我们单独聊。单独？别，三个人的房间可以随便进吗？这个肥宅，我有点不信你。我也是，我不是肥宅，我是健身达人，你们肯定要信我是健身达人。啊？
不好意思啊，我进错房了，进错房了。找他，找他，我也要找他，他来这个房间。找他，找他，找。健身教练，先哲，我是肥宅先哲。啊，我是肥宅呀、啊。不是你真有戏了，不是，你看你这个队友是，你这个队友了，刚才已经和我们认了，认了，肥宅，我是肥宅了，我不是肥宅，先哲啊，对你队友认了，我有钥匙，我也问，是这样的，这样的，哎，怎么都走了？先哲、啊，我需要，把我们俩单独留下是吧？别，关个门，主要是什么嘛？真的可烦，就是。哎，月哥，你说，有点拉住了，救我！你是肥宅吗？我不是肥宅。你为什么觉得我是肥宅啊？因为我是肥宅。因为我也是肥宅。真的假的？你要是肥宅，你一会儿就带俩炸鸡，我给你过。你给我过？嗯，我有教练看。你试试。是肥宅吗？是肥宅。我不是肥宅，你真的是肥宅吗？我是肥宅。你能到乡下？那我跟他们说你是肥宅。好，那你去吧。我现在，你要来。你聊会儿天，你怕什么呢？那他们锁错人了呀。我告诉你，你怎么？我不是肥宅，我来这儿炸你一下，因为我有教练卡，我要确定一个人不是肥宅。吓死我！就是各位玩家请注意。在组队完成后，未使用的技能卡将作废。就是十一比二，你还有三个，一比二，十一比二。再听音乐，音乐给你谗言。什么叫一比二？我这把就对着你跟我杨哥打，你知道吗？天哪，千哲，快走！我有点懵了，这一期也有点太难了吧？我第一次陷入了混沌的状态。我现在要用身份卡是吗？什么情况？走了，兄弟。Hello， 能不能把门关上？好，对不起。来我的房间就开始破坏。健身教练来了。谁用技能卡？哇，一个光圈。你要使用你的那个我是教练卡，对不对？使用我是教练卡。所以你现在变成了健身教练。你现在呢可以选择关两个人，就刚才两个人就不作数了。关两个，我现在想一下谁是铁好人。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坏人。就是挺神奇的，因为我上一期其实是有点躺赢的嘛，然后这期一看，哎，又是快乐肥宅，然后想能不能靠自己实力赢一把。所以你要关。要关柯帆和千哲吧。所以你要关柯帆和千哲是吧？对。老弟，崩他！用完技能了，子阳，你要换人是吗？你要换教练是吗？各位玩家请注意，有人使用了我是教练卡，现在穆子阳成为本回合的新任健身教练。已经指定玩家千哲、陈科帆现处于工作中。完了，对不起，完了，科帆，完了，千哲来，我为你加冕，完了，教练成公司成员工了，天哪！恭喜千哲当选第二回合的健身教练。这个带啥？荣耀之牌。子阳现在已经完全爆了，发现没？子阳已经爆了，我行工作了。子阳，你真的？子阳，然后那个月月，他们俩已经爆了，他们俩已经爆了。如果你是肥宅，你们就稳了，就不用聊了。
你这个死肥宅为什么会这样？你这个死肥宅为什么会这样？我有没有兴趣听我聊一下？你这个死肥宅，你这个死肥宅，呸！跟你恩断义绝，呸！呸！呸！那我走了好不好？就没人和我聊了。再见。一先坐这儿，你们都可以出去了啊，各位。剧情反转的呀！我觉得我没有技能。我知道。不要在这儿，不要在这儿偷听了，德鑫，我已经看到你了。这就，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兴趣给我报一下你的身份？我健身达人呢。是吗？那你就没得赢了，就输了。那意思你就是肥宅。我是肥宅，你要和我认身份吗？你是肥宅吗？我不是。不是是吗？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去找一个你现在最相信的一个人去组队，然后我给你们过，你们放四个沙拉，咱们还是可以赢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一会儿是，那你到底现在是啥？我真的是健身达人，我只是玩的比较跳一点。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吗？哎呀，来来来。不是你，现在你的坏人队长已经当了队长了，你可以零跳了，你都稳赢了，掩藏不住笑。我现在不敢相信你，你知道吗？那你告诉我吧，你想跟谁组队吧？我觉得你是肥宅。各位好，不是我，真是，我是好人。这话不能当着他说、啊。他还在跟你说他是好人、啊、他是你的队友啊，他为什么？这话不能当着他说、啊。你们稳赢了呀，你们。我如果现在说我是健身达人，你信吗？不信哈、啊。如果他是健身，不信没得聊了。真的假的？但我告诉你，我是健身达人，咱们是不是还可以赢？行，对不对？对。那不就妥了吗？真的假的？所以我做这个操作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跟我走。好吧，我今天就当个蠢货。如果他真的是健身教练，你就后期把我脸打肿，比现在更肿。综艺感这么强的吗？你觉得希望我该怎么帮你？怎么去说服游说？怎么？你要打我吗？小胖，跟我来。我这身高，我告诉你，他们这个人满了。你是好人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就这个逻辑能。那我们还有机会赢哎。有，当然有了。哎，我懂了，我懂了。你们先出去，我们聊一下，我们聊一下。这心情的起伏可老大了呢，每天真的是。怎样？哎。您说，你为什么到处炸人呢？如果他问我这个问题，那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先走了，你已经不在范围之内，你可以先走了。小胖同意他出去吗？同意。为什么？小胖同意出去吧。小胖变得好快，留着。我不是变得好快，我现在懂了，这心情过山车似的，每天多老刺激了这一把。你是个好人。我真的是好人、啊。我知道你现在是好人，因为你在炸人，想把对我跟依依组带四个沙拉。对。现在为什么月月还在装自己是好人？因为他不确定他是坏人当了队长，不然他早就来给他认身份。如果他现在是坏人的话，那个坏人应该会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稳赢了。我今天太失误了，但是我确实上来很怀疑超。不是你们两个肥宅干嘛呢？我们两个肥宅怎么小弟？你不是验过他吗？为什么他是肥宅？我开玩笑，对我验过他。你们组队，等一下，有问题啊，有问题啊。没事，那有问题。咱俩先现在开馆。我有问题。你不敢跟我组队？抓到了。不是我抓到，我有问题。咱俩组队。现在不确定信息太多了。咱俩组队，我必须得控制这个。你敢不敢跟我组队？我不跟你组队。你快跟我组队。我跟你组队。咱俩组队。不是咱俩不能组队，不玩，我今天不能跟你组队。大家组队，虽然我很喜欢你，但是真的不能跟你组队，好吧？你觉得游戏输赢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就跟我组队。你打亲情牌了，我想想啊，组不组？是不是 real man？ R E A L M A N。天哪！我这局就锁住他了啊！那行吧，你们锁是吧？我走了。反正你就变。行，没问题，好，你也别想说话，晃着中了，你也别想说话了，反正你，我就在这坐着，好不好？对啊，等你出去，不，我不出去，你也不出去，你放心，行，出 bug 了，我杨哥当了健身教练，然后我就在，因为我
从第一轮我就开始去，我就确定了三个人，我杨哥、我月叔和依依姐。所以我就想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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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死拉着叶叶。我俩组队，组队了，组队了，来 ，deal， 来 ，deal， 做一个组表情 ，deal。依依，哎，来组队，多心，哎，依依，哎，来。你到底你怎么回事啊，依依？我要跟他组。对，你是疯了吗？我有点不相信你，我有点不相信你。你们两个来，德鑫，你跟普凡组，我跟依依。依依，你必须跟我组，德鑫有问题。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他要炸身份？为什么要来炸身份？就是因为如果坏人以为自己的坏人队长当了队长，那现在他就会跟他明跳身份，所以说子阳才来炸你们的身份啊！你们懂他的玩法吗？你不要再怀疑他是坏人了。我觉得我现在最信任的是你。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组也没关系。你们准备带什么？你们组队先。那肯定是沙拉呀。几个沙拉？那肯定全带沙拉呀。德鑫肯定会放两个炸鸡啊。是吗？德鑫，你是？不是，为什么我会放炸鸡呢？我先。德鑫，你当时出戏，德鑫要疯了。德鑫，你是什么？德鑫要哭了。不是，你跟我说你为什么怀疑我？我不是怀疑你吧？我更相信依依，我更相信依依。你现在依依这票肯定拉不着了，我觉得。我必须把依依拉过来，如果他们组队了的话，很危险。如果是2+2，我们就输了，11票比6，我们差一个。第二回合组队倒计时。组队，依依，快点！9，走！依依，你跟我组队。依依，你跟张放组，德鑫，你跟木板组，快。4，就这样吧。木板组吧。3，可以了，就这样，去了，你俩去。组吧。时间到。没问题的，组。已有两组玩家组队成功，现剩余玩家李德鑫、武凡自动组队。稳当兄弟，稳当儿子。自由组队已结束。我觉得教练是好人。请健身教练穆子阳。教练，你一定要放我给你哦。我现在走了，兄弟们。请林超和月月前往事务所，选择要带进健身房的食物，领取餐盒后，前往潘多拉房间接受访问。四吗？你确定吗？对，因为他相信你，你不是好人吗？他相信你，然后直接让四个沙拉就过去了。来吧，四。我觉得我这个你，因为月月是强制被我锁定的，我感觉他进去之后肯定会跟我杨哥相认，然后说快把我弄掉。因为现在，因为我们是四个沙拉，快查我，然后这样就可以多一个临时进队，然后所以我留了一手，是一个沙拉，一个炸鸡。来了。Hello。Hello。OK。所以你们带的是什么？带了三个沙拉一炸鸡，稳的。三个沙拉一炸鸡。确定吗？反正我投了我该投的。该投的是什么？你说该投的是什么 ？I don't know。他输一会说的，你知道吧？我知道了，所以带的是什么？挑你。我觉得你必须让我过了，不然赢不了了。局势很那什么。老岳，你现在看我的眼神不对，你知道吗？稳的。你现在看我眼神充满了内疚。不是，真稳的。因为你欺骗了我。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战术呢，老岳，欺骗我你是个小肥宅，但其实你是个健身达人。因为林超肯定是好人，林超和月月一组，所以他这组，然后本身我又在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怀疑月月了，然后所以我不可能给他们过的。扣掉了是吗？好。检查。打开喽。四个沙拉。进一个炸鸡，有一个炸鸡，什么？拉来了，幸亏我留了一手，那也没关系，幸亏我，但是小弟没关系。咱们今天是不是？好的，你们要把这个吃掉。是不是得吃这个了？吃了吧，吃了，那也没关系。我陪你吃个这个。强制转换卡，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了，对不对？用了吧。多一个沙拉吧。好。OK。将一个炸鸡转换成沙拉，对吧？ Yes。
就是因为我从好人的角度，当时大家怀疑我其实是对我有利的，你知道吧？因为杨洋是，如果大家越怀疑我，杨洋是会越相信我的，他可以觉得我俩可以打一波配合了，你知道吧？来，你先报身份，我是肥宅，你是肥宅吗？我是。如果是你找一个肥宅自己就我把你放了，我有健身卡。你有健身卡？嗯，行。其实当时那个情况很失控了，大家都不相信我了，你知道吗？导致后来小弟觉得一直觉得我不是我是坏人，其实我一直也不是很想跟小弟组队的。我想怎么来打破你的坏人，因为你杨哥相信我，他觉得我是跟他一波的坏人。对啊，他是我铁定的坏人，但是我真的不是，好吧，我真的不是。我为什么让他觉得？因为我想找出来人。岳明辉，岳明辉，岳明辉，你为什么要表现的那么像坏人啊？你为什么做了好事不说出来？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说出来，然后大家就肯定认为你是个铁好人，说不定你就是当上教练了呢，对不对？不是，咱们已经很难赢了，达人已经很难赢了。前往是九比四，没错，是九比四。如果是九比四的话，就证明月月把那个好的改成坏的了。对对，只要再有一个炸鸡，他们就能赢。所以说，咱们全每一个人都不能，就是光投那个。你俩赶紧3-1，赶紧去吧。我投两个。咱们只要有全是3-1，咱们就不会输。因为我已经确定了子阳是一个肥宅的情况下，他肯定要把尽可能多的人给拒绝出去。但是第二轮只有两次检查的机会，因为月月他们已经被查了，后面两组只能2-1，而且月月改过比分，现在不是9-4就是11-2，所以我觉得两组都带三沙拉一炸鸡的话，就算有一组被查，最终的比分至少是12-5或者是14-3。所以我这种战略特别稳，就一直跟大家说3-1 3-1。他会放我吗？我听千哲和卜凡的。哎呀，我现在有点被说服了，我真的要3-1吗？我想全部带沙拉。我不知道，我先投这个。好吧，我保险起见吧。Hello。嗨。Hello，Hello， 你会放我们过吗？我不知道你们什么身份。你看你现在还不知道。嗯，你是肥宅吗？我不是。你们放的什么？告诉我。你是3-1啊？也是3-1。嗯。现在我要关了你们。让我是有那种当健身教练的情绪在，好吗？我就关了你们。啊，子阳，我刚刚这么相信你，我张芳也有今天啊！我张芳也有今天啊！好，那我要打他了。关了。不出我所料，的确有一个炸鸡。现在就看你们俩的了。不是，你等一下，都还没开始填，还没开始。你们俩三杀一炸 ，OK 了，三杀一炸就稳赢了。怎样？我不管是你相不相信我，我投了两个炸鸡。是吗？对，你偷俩炸鸡。对。哎呦，我猜你就是个坏的。我看你一个脸就会，我还给你使了这么多眼色。你先说。我真的，我还给你这局使多少个眼色，你自己清不清楚？请李德清和卜凡前往事务所。两个沙拉。那两个沙拉，好，两个沙拉。4-9-11-2，月月哥是我们的。你填的炸鸡吧？没有，我也填的炸鸡，真的。对不对？骗你的。我咱们要四个沙拉就赢了。对呀、啊。哇。是吧？是吧？那里边那个人是吗？应该是。
子阳和德胜，德心，子阳和德心，我又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当看了第一眼，我非常的淡定，开玩笑的。其实我内心已经非常的掀起波澜。你是不是肥宅？你告诉我，我是肥宅。你如果是，可是他不信你，因为你有点抽搐。难道我平时生活中我不抽搐吧？哎，其实我第一感觉还真挺准的哈，因为我听发言，我听德心那块的时候就特别滑，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队友，我就去找他了。我觉得你现在考的面不太高，其实你爱放不放，不放我们就出去，就这么简单。他什么态度啊，真的是。其实我是想的放四个沙拉，然后过去就和健身教练去谈，然后就不好好和他去谈，让他把我们扣了，然后就可以有一个零食进去。我真的这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我真的是蠢的可以。一般是玩三一嘛，保的战术啊，我觉得肯定这组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不是德心这么乖，那我肯定就觉得是子阳了。子阳已经爆了，太牛了，真的是太坏了！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真的。就我拿到健身教练卡之后，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了，因为毕竟还是自己是个坏人嘛。你看报身份，我是肥宅，你是肥宅吗？我是，我是肥宅，你要和我认身份吗？你要是肥宅，你一会儿就带俩渣女，我跟你过。所以我做这个操作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跟我走。就我把我其实和所有人说的都一样，就看谁上钩。结果张凤就一直跟着我不跑了，没事。哎，不会说到时候公布他是坏人，我这个脸肿到墙里面去了呗？不打，最后一直在劝依依，他是个好人。你们懂他的玩法吗？你不要再怀疑他是坏人了。其实我中间跟子阳真的是试意过很多很多次。我发誓的，真的是一个很多次。你是肥宅，你是肥宅。我是现在认吗？你是肥宅。我是。但是他又不太相信我，然后我说好吧，那就再说。他跟所有人都在眨巴眼，他跟我一直在，包括我们俩就是独处的时候。千哥，镜头，我组不了队。他跟所有人都这个样子。后来，到最后也没有相认，因为他第一轮没有跟张大大打好任何关系情况下，呸，张芳和张大大是什么关系？是没有关系吗？真没有关系吗？你确定吗？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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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回楼，就是德心一直存活率很低，你知道吗？一直默默的，就是在边缘行走，你知道吗？当时其实内心很纠结，我到底跟他认不认？万一我认错人了之后，万一他是在炸，真的在炸我？结果我俩填完那个单子了，因为。那个沙拉在第一排，炸鸡在第二排。那两个沙拉。然后我填完之后我就看他，嘿嘿嘿，哈哈，那本来手就长，你知道我人又高，就是很明显，就这样写的。德心是的话，那子阳肯定就是，那我所以前面所有逻辑都通了，就是他俩一组，他俩前四个没有跟张联手，然后最后的一切一步步的也就对了。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全场MVP， 对不起，就是最辉煌的一个，最闪耀的一个，没人能盖住我的光芒。哇！闪电过，赢了！我们赢了！
德性更不凡是坏人，我们输了。我个准话，子阳肯定是坏的呀，子阳肯定是坏的，不是说了吗？我相信他是好人，让他们两个组队，我咋这么蠢呢？还抢你过来跟我组队？我接下来，让我们走个过场，公布一下游戏结果。最终。健身房里的沙拉数量为11个，炸鸡数量为6个，获胜队伍是快乐肥宅队。对不起，害怕你经历的一句。来，对不起，月月妈妈，对不起，哦，对不起，你不看不看，我这场是不是最冤的，对不对？现在，请获胜队在失败队中挑选两人进行本场的惩罚游戏。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替老岳来。老岳上次夹了一下子，这把我夹一下子。那不用，那不用。哎呀，哎呀我了解我。这招数高啊，高，欲擒故纵。不，我跟他一块儿，一起。好，来，就为了我锁你。好了，没事。就为了我锁你。好了，没事。成长路上。你们待会儿想选哪个颜色？不一定哪一个就中了啊，我选绿的吧。你来绿的。我觉得绿色可能会中，我觉得黄色会中。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我就先来了，好不好，各位？来吧，来，开始。我们最终不得站上来，挥。大哥，大哥，慢点，你别误伤。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黄总，快点，开枪，快点。来了。对不起，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快动手，这个过程很可怕。走。哇！好重啊！感受如何？我就说是绿色，是不是想害我？我以为是你，你知道吗？我猜出来了，其实我猜出来了。哦，结束了刚刚的游戏，想要问一下嘉宾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有点疼。疼吗？不，没有。还挺好玩的吧？就是可能开始会把那。游戏想的有点简单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越走到后面，感觉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多，然后其实大家更投入，然后失败的时候也就更生气。对，千万不要做带节奏的那个人，会死得很惨。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看运气，真的，我觉得我们就赢在运气，就刚好他们两个组一起，要不然就输了。然后其实就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然后第一次能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莫大的缘分。那么希望。有机会下次还和大家再见一起，然后再在一起玩一场激动的游戏。对，然后虽然这次的录制是我们本季哥哥别闹的最后一次，但是啊，绝对不是结束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而且听说我们这个游戏的系统会升级，对吧，鹏鹏？是啊，所以带着明年游戏更好，再与君同，好不好？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下一季继续等着收看我们的。哥哥别闹了，好不好？对。那我想说，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一代宗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我想这一次我们的久别一定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所以请依依来喊出我们那句非常经典的口号，我们男生一起做手势好不好？好。哥哥别闹了，我一次做不到，我们下一次再见。以我这唯一是一个女生的第六感，这次我是健身达人。我不，我真的是个那个什么健身达人，我真的是好人啊，我健身达人呢、啊、我投你一票先。好 ，OK。教练，好，谢谢。我很蛮相信月月的，其实他的思想就是很积极的一个思想，就是正面的，就是很阳光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组 ，OK，、啊、我们组。Okay. 下一季早早到来，哥哥别闹了，我一次做不到，我们下一季再见。
九州。感谢首席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一点资讯界面美柚讯飞输入法独家知识平台百度百科网络合作方哔哩哔哩媒体支持闪萌凤凰娱乐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中国娱乐网大香网红网南方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猫扑娱乐中公文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拜拜。